道，就是转烦恼成菩提。再来，如果你想要成就一切的善妙，梵音声，就像我这样子，常常喜欢讲经说法，那么你就应该要成就这个宝舵手。怎么样呢？能够让你的口业呢殊胜，将来你的音声洪亮，然后呢遍于十方。那么最好的就是在寺庙供养法器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讲经能这么洪亮啊，声音清晰啊？因为我那时候啊，这个叫歪打正着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可是呢，在早期啊，大概十七八年前呢，那我们去中国的时候啊，那时候中国的寺庙都很困难的，不是像现在。那他们的窗户啊，那个下雪天是用那个塑胶袋啊，你胶带粘一粘，有的呢是去捡人家飘来的报纸，这样粘一粘遮风雪的。在大概还是七八年前的时候还是这样的。然后我那时候去啊，有一些寺庙啊就很困难。那我去的时候，我那时候看啊，他们都很想做早晚课，可是都没有那个钟啊，那个磬跟木鱼。然后我就发心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就发心呢啊，有一些是集资，有一些是我自己就随喜供养。那我供养不是小啊，我供养的大，那个大磬跟大木鱼都比我用的还大一倍啊。可是我就是欢喜，因为呢他们那里哈，只要大众唱诵的时候，有时候一进来就是几百个人，不像我们这里呢零零落落呵呵，他们那里一次就是几百个人，尤其是那时候很苦的时候哈，那种向心力是很强的。那你看那个大磬两尺长，这样一敲哐，所有人就合掌跪下去开始唱诵。那因为呢歪打正着，因为我送了很多的大木鱼跟大磬，所以现在就有这个因缘啊，感得这个声音啊好清亮清楚明亮。这个叫呢上妙音声。还有呢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人家呢在造那个宝塔的时候啊，你在上面悬铃哈，因为宝塔在塑那个塔的时候，里面都有供养佛菩萨啊，或是经典哈，或是舍利。那你如果在上面悬那个铃铎啊，那个风一吹啊，用那个铃啊妙音供养这个十方诸佛的时候，也能够感得你的声音非常的殊胜。